今天艾米给大家带来一个晕染玛瑙款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需要用到这些工具：首先刷上一层底胶，找灯，接着用平头笔取 Mori 布丁胶浅灰色打底，找灯，叠加上色，找灯。为了颜色更饱和，亲们可以多次叠加上色，记得分别照灯哦。整甲刷上加固胶，接着在甲面中部贴上金属圈，找灯，然后用圆头笔取沙丁灌装胶酒红色，在金属圈内部晕染。找灯，再换用蛋白胶叠加上色，找灯，用北欧加固胶填充金属圈内部，做出层次感，找灯，接着刷上一层加固胶，再换用酒红色叠加晕染，找灯，然后再刷上一层蛋白胶，调整一下细节，让颜色更加融合，找灯，接着用小鹿光疗胶填充金属圈，做出立体感，找灯，然后在金属圈外的甲面上刷上加固胶，接着贴上少量锡箔点缀甲面，找灯，最后刷上封层，照干就完成啦。这个款式重点就在颜色的深浅变化。